今天看到这么多好朋友来帮你们讲，心情怎么样？超开心，真的非常开心。我觉得很感动。刚刚听到那个普阳他讲说，就是他一定会来看我们演唱会，然后也他希望大家来支持我们这句话，我那个时候我差一点就落下眼泪。我也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今天感触很多，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们这些人。一直都没有，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认识很久了，可能从练习生的时候就认识，然后就是因为这一路上都没有人放弃，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工作场合上面再遇到，然后一起合作，所以非常感谢有大家的陪伴，然后我们会互相一起支持。那刚感性我们问一下，谁最兴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哪一个消息？会跟他们一起。队友们要请回来跟你们一起合体演出。我是蛮兴奋，好不好？其实大家都很兴奋，大家都蛮兴奋。冠军特别的那个。当时我们知道要一起排练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子阳说：“完了完了，晚上我会超嗨。”就是因为大家就是真的太久没见面，然后很像是一个国小同学，然后突然间又一个约了一个同学会这样。同学会。为什么说是国小同学呢？因为我觉得大家在排练的时候真的很像小朋友，太吵了，真的吵到就是老师已经要讲到没有声音的时候，对对。然后老师就说：“拜托你们安静，拜托，我已经要没声音了。”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那冠军跟哲言之前都是火土联盟的嘛，那等于是你们队友又回来，他们对于你们今天的表演有什么评价吗？因为其实一直来大家都很像那种好兄弟、好哥们的那种情谊关系。那我们其实讲真的，见到面我们从来不会去称赞对方，说：“你会跳好一点吗？”对，就是只要我觉得友情升华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他的开玩笑就会是你会认为是个称赞。然后就像刚刚看到的，就即便是刚刚说要表演结束要下台了，大家还是在台上依依不舍的拥抱对方，就觉得其实心中真的很多的感触。那也是希望。8月3号，毕竟刚刚那个票都给出去了嘛，那么大一张，一定要来一下啊！那我希望我们在台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一定会热血沸腾。没错，那这一次是21个人合体约练嘛？那有遇到什么状况吗？除了很吵之外，约时间上会不会不太好敲？其实没什么状况，但就是其实因为大家都很吵，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一个头的。对，他那时候芭比就蛮好笑，他出来他突然开始带暖身，而且他一到教室之后就直接把水瓶放着，然后开始带暖身，他说来5、6、7、8，然后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一起暖身，对，然后等到老师来，我们就开始正常开始工作，可是老师还是觉得大家实在是太吵了。那因为这是新歌的编舞，有很多可爱的那个游戏的元素在。然后刚刚有讲到说你们会玩游戏培养默契，有没有谁的游戏是最厉害的？哦，冠军，我只要有什么新的游戏想要变强，我都会去问冠军，因为他几乎我想玩的游戏他都玩过，他算是活体攻略，真的是真的，对，就是我大部分都碰过一点，所以他们有一些问题都会来问我。然后之前有一次我们一起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组队嘛，然后去攻击别人什么的，然后就问我说：“这边要怎么打之类的。”对，那有谁是比较弱的呢？哦，文婷，没有，可是说他有进步，对。进步很多啊！你自己讲。对，而且文婷其实她现在晚上会偷练的。对，她会偷练。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会太累，然后就睡了。然后子祥通常是晚上会玩一场再睡。对，他一上身就看文婷在身上偷练。我跟你说，一年前呢，文婷会说她十一点都在睡觉了。哦，因为我要养身体，现在没有，4点还在线上。没有，而且我要爆料，就是我们在群组的时候她都不回讯息，结果在游戏里面密我。对。哇，那阵子幻觉很累，然后我就。线上说冠军没事啊，对对对，就是我关心他一下。然后我近期会玩游戏，是因为最近就是练演唱会，然后我想说可以娱乐一下，对，娱乐一下，所以我就跟大家一起接触游戏，对，发现蛮快乐。隔天还会跟我们那个炫耀说：“我昨天连续赢5场，对，5连胜。”那新歌造型上真的明显的看得出来，真的变瘦变壮了。身材训练还 OK 吗？真的，真的吗？谢谢你。我看到我们努力，我们都很感动。哭，快点哭哭哭！很感动，谢谢你。目前训练还 OK。目前就是在最后的阶段，一直在不断每一天都在
准备，没错，一直到、欸、所以你是不是进入那个减脂阶段了、哦？对，我现在开始全部，我算是第一次这样子戒淀粉，全部戒淀粉，然后不吃糖什么的，然后其实有一点的，有点快撑不住了，没有了，没有痛苦吗？有点痛苦，那需要拥抱吗？先不要，先不要。但我觉得，毕竟小巨蛋这么大的舞台，然后需要任何角度都是好看的。是必须要做这样的牺牲。你刚才帮我摆椅子。耶啦！问一下，六个人谁对自己的身材最满意？哎呦，我觉得应该是李哲言吧。我还好，还是你？我还好，我还好。你知道有时候叫李哲言的时候，他回头是这样子。哎，李哲言，怎么了？最好是啦，这么没意思。有啊有啊，李哲言，你叫我吗？会私底下偷较劲吗 ？VIP 区的部分？会啊，一定会，一定会的，就是。哦你可以我也分享一下，啊、你说因为我们跟原就是 Phoenix 他们大家一起排练的时候，我们有一、哦、对对对对一到那个排练场，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然后开始互摸肌肉，就是摸哎腹肌啊，然后手臂，就是看哎大家都不止进，就是工作上进步了不少，就肌肉大家都有在进步，所以其实也是会小小的较劲，但其实大家都有进步。我可以爆料一下，那个曹家琪他对自己蛮有自信的。上次排练的时候看到 Phoenix， 他每个人都变得好壮，吓我一跳。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故意穿那种很紧身的。对对对，佳琪那种，他我们一到的时候他就这样摸我们大家，有没有练？有没有练？对啊，超紧张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突然变得好壮，太厉害了。倒数一个月，有没有谁在焦虑吗？焦虑，焦虑，阿娇，谁叫阿娇吗？阿娇，幻君比较阿娇一点。为什么？你不是前一天之前说你比较焦虑吗？其实你也可以克服的。没有，应该说就是我们。就是要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很怕自己在表演的时候会有点小出彩，所以就会有点小担心啦。对，但是也不会到很焦虑，很焦虑，就是有压力在。对，但是我觉得有压力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因为压力可以驱使我们前进。对。那文婷前几天有发哥大家在趁空档休息跟睡觉的现实动态，嗯，大家身体状况都还好吗？身体状况非常的好。最近就是，只是因为休息也是一个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大家有空的话也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睡饱一点，对 对，睡饱一点。而且现在每个人包包里面都一定要必备那个 B 群跟 C， 对，真的真的。保健食品，对啊。有谁最常倒头就睡吗？林冠军，林冠军呢？哦，我们那一次其实就是那个我们约排练嘛，然后。因为我们约，反正就是约大概下午的时间，然后我们大家前面其实都很累了，就前面还有工作什么的。然后我们一进到那个排练室，我说：“哎、欸，我先睡一下。”然后我就不见了。然后等起来的时候，他们说：“哎、欸，来练舞练舞。”我说：“好来。”然后马上就开始跳舞这样。嗯，马上。我觉得每次看到幻君睡的时候，都害我有点想睡。所以他睡完之后，我就觉得哎、欸，我也来睡一下。可是我有发现哲言现在睡觉会有点小害怕。他怕打呼噜。对，他那天就是像那个文婷拍的那个影片，其实李哲言是坐着睡，然后他坐着他其实是有点不戴墨镜，他戴墨镜，他是不敢全睡，然后是那种半睡。对，又怕会打呼。不是怕被拍。也有点，不然我怕文婷太多素材了。而且现在原子少年二就是即将要开播，有没有关注一下学弟？哎呦，喂，学长。我们会看那个前阵子他们有发那个前导的前导的对对对每个星球的那个对我觉得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原子少年的感觉，那其实会感到其实蛮感动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偶像文化，对，或这个氛围这个环境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其实看他们的时候很像看到以前的我们自己，所以。原来的少年，对，其实希望我们在这个圈子，我们不管是学弟或是我们，然后同伴们也好，大家都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嗯，所以《Spirit Rock》这首歌呢，希望带给大家正能量，然后互相真的互相打气，在这个圈子一起加油下去。佩服，佩服，佩服。